记者冯毅宁台北报道，南韩据贤内助女王46岁女星金南珠和大长今敏大人池珍熙共同拍摄 Misty， 两人戏内激情不断，但是金南珠的老公却表示很安心。Misty 依据描述，南韩顶尖主播高辉兰、金南珠是成了杀人嫌疑犯，他的律师老公姜泰旭、池珍熙是为守护两人爱情共同度过危机，剧情悬疑又激情。金南珠虽然年近50，但是外貌却保养得很好。金南珠谦虚地说，全靠幕后人员帮忙，哪可能没有岁月痕迹，我照镜子时都被自己吓一跳，惹得现场众人大笑。虽然剧中激情戏码不断，但金南珠的歌手老公金盛友得知男主角是池珍熙之后，竟然亲自致电给池珍熙，表示很安心。而池珍熙认为饰演律师不难，因为比起上法庭辩护的画面，他更重视饰演有爱的老公，所以坚持不 NG。 池珍熙的这番话让金南珠在一旁大笑说，你台词好像没有很多哦。池珍熙很认真的扮演有爱的老公。 Choco TV 提供，金南珠又与池珍熙在戏中有很多激情场面。 Choco TV 提供。